美国股市今天周五早盘维持上涨趋势，道指涨800点，达到3.04%，报收27081点，纳指涨1.76%，标普500指数涨2.44%，道指成分股波音领涨，涨幅高达11.7%，距离其历史最高值仅差0.4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受中美航空战结束及劳工部周五报告发布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大涨。前天美国交通部发布通知，可能禁止6月16号之后中国航司飞往美国，随后中国民航局放开了外国航空公司飞中国的航线，美国今天随即取消了禁令。受此消息影响，美国航空、联合大陆航空、达美航空、西南航空、波音等美国航空股因此普遍上涨。美国航空宣布将在7月份大幅提高航班规模，届时恢复的航班量将达到2019年国内航班的55%，国际航班也将逼近2019年的20%。另据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5月份非农就业总人数增加到250.9万人，创1939年以来最大单月新增数字。市场本来预期是减少800万，失业率降至13.3%，而在4月份，美国失业率攀升至14.7%，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非农就业人口锐减2050万人。具体来看，5月份美国临时失业人数环比减少270万到1530万，反映美国各州逐步分阶段重启经济，开始有效地改善了劳动力市场。失业不足5周的人数也下滑到1040万到390万，显示部分因疫情失业的人开始重返工作岗位。从行业看，休闲和住宿行业就业人数环比增加120万，建筑业就业人数攀升到46.4万。5月份，政府部门就业人数环比下降58.5万，继4月大幅减少96.3万以来再度萎缩。就业市场的改善反映了因疫情及限制措施而受影响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有限的恢复。5月份就业人数大幅增加的行业有休闲娱乐业和酒店业、建筑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零售贸易业。相比之下，政府就业人数继续大幅下降。非农就业数据还表明，美国5月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22.5万人，预期减少是40万，前值减少是133万。非农就业数据出炉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业报告表现真的很好，这些数据不可思议。这些数据也提振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随着美国各地居家隔离措施被取消，开始逐渐复工，之前的预测已经变得过于悲观。